尊敬的诸位法师，诸位同修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昨天进入啊第三个部分，景的部分。那昨天也有提到勿轻略，对很多事情呢、不可轻视，不可忽略。比方说我们要送朋友东西啊，也要把东西啊整理整齐再拿给对方。记得有一台车子啊，刚好父亲他的车啊要给我，那我就把这个比较旧的车啊要送给我一个老的同学。那父亲就跟我说，你要送人家东西啊，一定要先把它全部再检查清楚，然后觉得呢没有什么问题了，再送给别人。不能因为啊你要送人家东西，心理上就觉得我送给他、算是已经啊给他帮忙了。很有可能啊我们的车子刚好有一些状况，到时候他一接手以后啊，又要处理这些状况啊，一定会制造很多的困扰。所以我也遵照父亲的指示啊，就去给车厂啊好好检查一番，结果发现啊那个离合器啊已经啊快要坏掉了。因为我们自己开习惯了，但是假如再交给别人呢、他可能会叫苦连天，所以呢就把离合器啊重新换了啊，再送给老朋友。所以我们纵使送人东西啊也不可轻率。那教孩子不轻率的态度啊，也从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要去注意，要去叮咛。比方说我们交代学生啊，交代小孩帮忙做事，比方叫他拖一个地，他拖完地以后啊一定要叫他呢来报告，说老师啊做完了，或者妈妈做完了，不然呢他去做了也不知道有没有做，我们就不清楚。等他们来讲做完了以后啊，诸位同学，我们还应该怎么样？一定要去检查看看啊他有没有打马虎眼，这样简简单单弄完，一定要检查他这一件做的事情有没有啊做好。假如第一次啊他打马虎眼，我们没有去给予指正，给予指导，可能往后他在做同一件的事的时候啊就会随便。当我们掌握这个机会啊，给予他肯定，哎，你做得不错，还有哪些不足之处啊，应该下一次再注意，还是啊叮咛他把它做好，然后再给予他肯定，告诉他呢，你假如从小做事就能做得这么圆满，以后啊一定会有相当好的成就。所以我们也要善于观察孩子在做人做事当中有没有侵略，这个也要多加用心。好，那我们在团体生活当中，像我们在道场之中啊，我们就代表道场的一份子，所以所有道场的事物啊，只要刚好我们看到了，都应该随手啊去帮忙。比方说啊，浴室前面排了一些拖鞋要进去，假如我们看到拖鞋已经乱了，就可以啊顺手啊把它排整齐，因为整个团体的一草一木啊都在代表团体的形象，所以我们应该啊同心协力啊把团体经营好，留给他人呢很好的印象。更重要的，透过这个好的印象，让他能够深入正法，能够获得法益，
不要因为小小的细节啊，而让他对我们啊有一些不好的印象。所以这些方面呢、啊，也要勿侵略。好，那我们看下一句经文啊，将入门，一起来念一下，预备起。将入门，问孰存？江上堂，身必扬。人问谁？对以迷。吾与我，不分明。用人物，虚名求。倘不问，即为偷。借人物，及时还。后有急，借不难。好，将入门，问孰存？当我们要进入房间的时候，一定要先敲敲门，看看里面有没有人在。假如呢，直接进去啊，就显得很唐突。那我们在看商道这一个连续剧的时候啊，都看到他们一进门啊，不是敲门啊，是站在门外啊，先出声音说：“都房大爷，我是上卧。”那里面的主人呢、啊，就听到了。假如呢方便的话，他说：“好，你请进来。”假如刚好在忙呢，这个都房大爷会说：“你先等一下。”所以呢，这样就不失礼，不会啊，去干扰到屋里面的人。假如他正在办事情，这是将入门。所以孩子从小啊，也要教他这些应有的礼仪。那这一句话，我们再把它扩大一点，比方说你要去拜访朋友，问孰存，也可以了解一下他家里面呢有哪些长辈，有哪一些家人。问了以后呢，我们也了解到哦，他母亲现在状况如何，他的家里人状况如何。等到进了他们家以后啊，也会觉得很亲切，不会很陌生。那一进门呢，还可以就我们了解的事情啊，关心一下他的妈妈，说：“伯母啊，你前一阵子是不是感冒了？现在好多了吧？”俗话说：“见面啊，三分情。”这样就啊，拉近啊彼此的距离。因为当他的孩子跟你非常的熟悉，非常的亲密啊，而对你很少了解的话，那他的父母会怎么样？也会挂心啊，他跟这个朋友这么好，不知道这个朋友啊品德怎么样。所以交朋友啊，我的一个习惯啊，很熟的朋友一定要到他的家里面啊去拜访，让他的家人啊也对我们很熟悉。所以我记得在高中时候，我有一个很好的同学，跟我走得很近。那他是男的，因为我念的是男校，结果因为常常啊在一起读书，一起做事，他的母亲啊就很担心。为什么他母亲担心呢？因为在高中时代啊，已经出现呢，报纸常常说有同性恋，所以他妈妈已经担心到这里了。所以我们要主动呢去拜访对方的父母，让他了解到原来他儿子啊正在交往的朋友是这样，他就安心多了。好，所以有一次啊，我要去一个朋友家里去拜访他们夫妇，那也会啊见到他的父母。那我们现在年轻人啊，好像很少啊会主动啊去跟对方的父母啊接触，好像年轻人一看到老人哈，头就低低的，没什么话可说。为什么会这样啊？年轻人哈心虚啊，在这些长辈面前啊，因为长辈人生历练太多了，
都有火眼什么金睛呢、啊？所以你看现在男女交往哈、哦，都已经谈及婚嫁了，这个男方或女方啊，都还不敢出现，有没有这种现象？那都是我们年轻人没有实力啊，会心虚啊。因为呢，演给另外一半看哈、哦，都可以演得很像，但是在这些长者面前啊，就会见光死。好，所以呢，我去这一位朋友家，我就想说哈、哦，他可能会直接啊，就跟我出去了，那就错失了这个跟他父母啊多交流的机会，所以我就叫了一篮的苹果。那到了他们家门口啊，他夫妻已经准备啊跟我出去了，我就说啊，都已经到你们家了，不进去啊就不合乎礼仪啊。我又拿一篮苹果这么重啊，那他们夫妻啊就跟我上楼去了。结果一上楼，他父母啊一看也很高兴，坐了差不多两三分钟啊，他父母马上说，哦，你们一定有事要办了，赶快出去了，别耽搁了。其实父母长者都怎么样，很慈祥啊，都会替我们着想。后来那一天呢、啊，我跟这个朋友啊就出去了。当天晚上他打电话来，他说我母亲啊要请你吃饭，那就很欢喜答应了。过没几天呢，就去他们家吃饭。结果吃饭的过程呢，他母亲就说了，今天啊全桌都是素菜，好，为我们啊专门啊煮了素菜。那吃完饭以后，就跟他的母亲啊坐下来聊天。那因为呢，他的妹妹啊生了一个女儿，而这个女儿啊都是外婆在带，外婆带啊难免都会比较宠爱。所以呢，刚好他母亲也知道啊，我们在做国学启蒙中心，就跟我开始讨论一些教育孩子的问题，所以就有提到了一些比较关键的情况。那当我跟他母亲讲到啊，这个夹菜啊，要先夹给谁？好，教育孩子的这些态度，他母亲啊也很能接受，就觉得嗯，这样说得很有道理。那我这个朋友在旁边就说了，他说早就跟你讲不能这样教了，你就是不听。诸位同修啊，需不需要讲这一段了？不用了吧，这样母亲多没面子啊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沉得住气。你能沉得住气啊，你母亲会觉得哎呦，我儿子不简单。假如你话又插进来，他只会留着哎呀都不给我面子。好，所以一切法得成于忍。其实在这里啊，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啊，易子而教啊。所以家里的人因为太熟悉了，可能很多话都听起来变老生常谈，但是透过啊身旁的亲朋好友再把这一些话讲出来，再做这个临门一脚啊，效果就会啊相当的好。好，所以要广结善友啊，对我们的家庭人生啊都会有很微妙的帮助。好，这个是将入门问孰存，将上堂身必扬。到人家家里面啊，看到没有人出来接待，要先啊跟里面的人啊喊一下，有没有人在吗？你可不能呢没有看到人自己啊走进他们屋子里面找，很有可能你进去绕了一圈啊，主人刚好回来，看你怎么在我的房间里面，那就很尴尬了。这种事啊有可能发生。好，那到时候呢他又刚好忘了什么东西了，自己也忘记，他会想到什么？会不会是你拿的？这样就不好了。所以我们在行为当中啊，也常常要避嫌。
避免一些嫌疑啊。比方说你来找朋友，结果他不在，只有他太太在，又已经晚上了，那要不要继续在那里坐啊？那不要了，就反正你是要找朋友谈事嘛，我们要避嫌，先回去了。因为他只有太太一个人在家，这个就尽量避免。还有一句叫瓜田不纳履，礼下不诊官。这是举两个例子啊，那往后我们敏锐一点，有一些可能会被怀疑的，我们都尽量避开，避免不必要的一些猜疑。这意思就是在种瓜的田地啊，不要绑鞋带，因为啊，农夫远远的看啊，你蹲下来很可能像是啊要拔他的西瓜啦。礼下他在礼树下，你假如在那里整理的帽子，就会好像啊要拔他的礼子一样，好，所以这个都是避嫌。还有一个说，恶人啊不看古井，两个人只有两个人在的时候啊，不要去看一个古井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假如看的时候不小心掉下去了，那你就怎么办？就可能说是不是你把他推下去的？好，说不定对方又是家财万贯。这个就有嫌疑了。好，那下一句呢？人问谁，对以明；吾与我，不分明。这个在，比方说孩子在按电铃的时候，那上面的问，请问是谁啊？小朋友说：“我啦，是我啦。”人家听半天也不知道到底是谁，要让他呢要报自己的姓名啊，我是某某某，这个都是啊细微的礼仪。那我们也常接电话，接来，喂，请问您是谁？请问找哪一位？你忘记我啦？哎，我们那个可能还在忙事情啊，那一下也想不起来，听不出他是什么声音。他就开始在那里，哎，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我们几个月前见过你，忘了吗？在那里猜半天也猜不出来，这样哎，给人家很大的心理负担，这样就太无理了。所以呢，还是要赶快来报姓名，让人家知道，好啊，跟我们有所对应。所以还是要对以明，吾与我。就不分明。那下一句，用人物须明求，倘不问即为偷。所以用任何他人的东西一定要先告诉别人，这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敬。所以比方说我们要借这一支笔，那你可不可以把这支笔拿起来，然后对他说，这一支借给我好不好？他能说不好吗？说不定那一只是他最心爱的，都是他一个人独用的，那你这样就让他很不舒服了。他可能是要拿另外一支笔借你啊。所以呢，借的时候啊，也应该注意这个分寸，应该先取得他的同意啊，再拿这个东西。那有一个小女孩啊，她才六岁。那一天刚好天气比较冷了，老师就拿了其他同学的棉鞋啊给他穿，他就是不穿。他说：“因为啊，这个同学没有同意给我穿。”他说：“用人物啊，须明求，倘不问，即为偷。”所以确实啊，小孩子是学到的利器，很老实。那这一条教诲啊，也可以成为我们家庭当中的
共通语言、共事。毕竟啊，家里的人是比较亲密，距离比较近。但是距离越近啊，理不可失，不然久而久之啊，这个怨啊就会积累，总有一天会怎么样？可能就爆发，就吵起架来了。那刚好有一对姐妹啊，年纪都还很小。有一天姐姐回来，结果就骂了妹妹，妹妹啊就很伤心啊，哭着呢去找妈妈。那妈妈刚好啊在厨房里面，那看着妹妹哭啊，就问她：“你为什么哭？”她说：“姐姐骂我。”当然哈，这个妈妈呢，并没有听到说哦姐姐骂她呢，就去骂姐姐。她这个母亲啊，还仔细的把情况了解清楚，这一点重不重要？很多家长就觉得啊，哥哥不能骂妹妹，哥哥不能打弟弟，这个要还是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，不然啊，这样处理的话，会让啊哥哥姐姐啊心里怎么样，会不服气，这样就不好。所以呢，他继续就问这个妹妹了：“那姐姐为什么骂你？”妹妹就说：“啊，因为啊，我拿了姐姐的玩具。”结果妈妈就说了：“那用人物啊。”小女孩就说：“虚名求。”那妈妈又说：“倘不问，说极为偷。”结果她自己讲完这个极为偷啊，就哭得更厉害。然后一边哭啊，一边说：“妈，我不要当小偷。”所以呢，借由一个机会点呢、啊，他就把这个道理啊融入他的心中了。所以其实《弟子规》的每一句啊，都将是很好的家庭规范。有一个孩子睡得特别晚，那一天呢，他母亲上去了，看他都叫不起来，突然也说：“朝起早，夜眠迟，老易至，惜此时。”这个孩子也马上跳起来，就没有继续赖床。当然当他有好的表现怎么样，要肯定。假如又可以跟老师呢那个联系一下，让他在 教室里面呢、啊，又再肯定他的行为，那他进步的速度啊就会很快了。所以这一些做人的规范呢、啊，要同时在学校、家庭一起落实，孩子很快就能够啊循规蹈矩。好，借人物及时还，后有急，借不难。所以我们借人家东西啊，是朋友给我们方便，给我们协助。所以只要借人东西，一定要铭记在心，要按时间啊还给他。那我们假如怕忘记，一定要把它记在啊行事历上。而且你假如怕呢当天还忘记啊，最好在前几天呢又提醒自己一下。所以我们对自己啊，假如比较粗心的话，也要想办法来对治这个习气，慢慢呢、啊，这个习气啊就会改正过来。那之前有提到啊，这个卢叔叔的孩子去应征工作，后来啊也很顺利啊，去那一家教育机构服务。那因为卢叔叔已经把他叫他出去啊自力更生，所以也考虑到啊他前一两个月啊一定会钱不够，可是钱不够啊要自己想办法。所以呢，他的孩子啊就去跟他一些大哥哥大姐姐借钱。那因为这一些大哥哥大姐姐都是长期啊跟着卢叔叔一起学佛，
所以卢叔叔啊就交代这些大哥哥大姐姐，他说假如我儿子跟你借钱啊，你可以借他，但是不可以借太多，最多啊借他5000块这个新台币就好了。所以很多的父母啊都怕呢孩子钱不够用，怕他呢假如没钱会怎么样，会去偷会去抢，担心一大堆呢，就给予他经济啊源源不绝的支持，到最后他反而啊奢侈或者呢不能独立。所以卢叔叔就跟他的太太讲，他说啊，今天我们已经尽力把这个孩子教好，你就不要担心他会偷会抢，假如他真的会偷会抢啊，那你就把他交给社会啊再教育他。当然只要我们这个德行的根啊有扎稳啊，这一些担心其实是怎么样，是多余的嘛。所以果不其然啊，第一个月呢他的儿子啊跟一个大哥哥借5000，一个大姐姐借了5000，总共借了10000块。然后他又跟这两个学生讲啊，他说啊只要呢时间一到啊，你一定啊要去给我儿子啊要钱，不能一天也不能啊让他拖过去。所以真正到那天的时候啊，他的儿子是主动啊就把钱呢还出去了，结果只有第一个月还钱，以后啊就从来没有再怎么样借过钱了。所以撑过来了，物未难，能力就增长起来。好，所以这个也是借人物啊及时还，这个相当重要。后有急借不难，人生的信用啊都要好好去维持，因为很有可能在这个人生过程啊会遇到一些挫折瓶颈，那个时候只要你很有信用啊，朋友也会欢喜啊来帮助我们，都可以把一些状态啊把它化解掉。在明朝有一个大学问家叫宋濂，他小时候啊也很穷，都没有时间看书啊买书，那他就去一个大户人家里面啊借书。大户人家也有点傲慢，一本很大的书啊就跟他说呢，借你10天啊马上要给我还回来。结果10天以后啊下得很大的雪，那这个主人啊觉得说他一定不会来，但是时间一到啊，宋濂呢冒着大风雪啊也把这个书啊送回来，所以他也看得很感动啊，就对宋濂讲，他说往后我们家的书啊你都可以来借。所以建立的信用啊对自己会有相当大的助力。好，所以孔老夫子说啊，人无信不立，一个人假如没有信用啊，在家庭在社会啊都无法立足，也无法赢得别人的尊重。所以《论语》里面也提到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，人假如没有信用啊，真不知道他人生还能做出些什么事来了。但是现在商场上啊讲不讲信用，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想法观念，说无奸啊不成商，假如现在我们这么守信用这么老实啊，那去了是不是会被欺负啊？假如只有你的孩子讲诚信别人都不讲诚信，那他能不能活下去？他一定会活得很好，因为他会当总裁，他会当总经理。假如你是客户，你要找什么样的人帮忙合作啊？当然是找诚信的嘛。
所以无信的人啊，可以骗一时，但是无法骗长久了。所以因为现在的人啊，受功利主义影响太大，都急功好利，结果都小人冤枉做小人，把自己的福分啊都折掉了，后来啊慢慢就无法赢得他人的信任，所以他的整个人际关系啊就会一点一滴啊退散掉了。好，那这个信字啊，左边一个人，右边一个言语，就代表啊人的话说出去的一定都要遵守，所谓一诺千金，一言九鼎，还有一言既出啊，驷马难追。所以当我们平常啊常常听到的这一些格言教诲啊，就代表啊老祖宗非常重视这一些做人的态度，所以才对我们啊苦口婆心，菩萨心肠。那在哪一些关系当中啊都要有诚信，我们又可以啊回归到伦常大道，所以父子之间一定要讲诚信。假如你很随便啊答应孩子，后来又反悔，那父母在孩子的心目当中的地位会怎么样？就会越来越下堕了。所以言出要必行。那古代在春秋就有一个故事，曾参的太太有一天呢、要出门买菜，那他的孩子啊就一直吵着要跟，那他太太就对小孩说，你不要吵，你不要跟，回来妈妈杀猪肉给你吃。他儿子啊就不吵了，也不去了。结果他的太太啊从市场走回来，看到曾参啊正在磨刀子，他太太很紧张就跑过来，他说，我跟孩子啊开玩笑的，哄哄他的，你还当真啊？曾参对着他太太说，你假如骗孩子一次啊，可能你这一辈子讲的话他都不会相信，所以啊还是得啊按照你的承诺啊去做事。所以为人父母啊，是非宜勿轻诺，苟轻诺进退错。所以人往往在啊很高兴的时候啊都会随口承诺，这个啊不恰当。或者像很多大人在打麻将啊，打麻将的时候呢，孩子只要要什么啊，好了好了，给你给你，好了去了，哇，那以后孩子都知道啊，打麻将的时候最好要东西，这一些啊要注意啊，不然孩子学到的不是老实，是什么？察言观色。所以有没有发觉现在的孩子眼色特别厉害？不好啊，不老实的话啊，人生啊会有很多的问题产生。那这个信字啊，除了要言而有信之外，它还有另外一层意思。这一层意思啊，没有讲出来，但是放在心上，就是信义。信义，信义，信义包含啊，道义、恩义、情义。虽然父母没有跟我们说你要孝顺我们哦，但是呢，我们心里面啊时时想着啊要孝顺父母。像君臣关系，领导跟被领导关系，领导人有没有告诉你说你要效忠我？
有没有这样讲？应该是没有啦。或者是夫妻之间，你有没有跟你先生说过，你不可以背叛我？哦，可能有啦。这一些都是人啊，一个做人的本分，做人的道义，虽然没有付诸言语啊，可是啊，却时时啊不敢忘记啊。所以像朋友之间，我们在相处过程，他可能在我们一程很长远的路途，下车的时候，我们也很感激，哎，谢谢谢谢。朋友会说啊，谢什么谢？这么好的朋友啊，不要这么客气。所以这种朋友的道义啊，是时时放在心上啊，不需要啊言语的承诺。所以，我们看到古代啊，很多的孝子，他也是都记住这样的恩义情义。宋朝有一个读书人啊，叫朱寿裳。他因为七岁的时候，母亲啊，因为他母亲呢不是原配，不是他父亲的原配啊，结果父亲的原配呢，对他母亲啊很排斥，就设计一些方法，逼他母亲啊改嫁了，所以他七岁啊，母亲就离开他。结果等他长大以后啊，他念念想着啊要接母亲回来奉养，但是一直啊都没有如愿。后来啊，经过了50年都没有找到，那时候他也啊当了很不错的官职，那只是啊内心一直想着一个人呢一生不能奉养母亲啊，相当遗憾，所以他下定决心啊，就把官职辞掉，然后对他的家人说：“这一次啊，我去找我母亲，假如没找到啊，我就不回来了。”所以他就啊，一路呢往陕西的方向啊走过去，结果走到一个地点啊，突然呢就下起雨来了。这么一下雨啊，他就停在那个地方躲雨。刚好就遇到了一些人啊，就跟他询问有没有啊看到像他母亲这样的人。结果啊，刚刚好呢，他母亲啊就在那一个地点，所以孝感天地啊，所以这一份孝心呢、啊，也感得呢，这个上天降下雨来啊，成就了他这一个姻缘。后来，因为他母亲啊又改嫁了，又有很多啊年纪比他小的兄弟姐妹，啊，他就一起啊，不止把母亲接回来奉养，所有的兄弟姐妹啊，他也一并啊接来一起共享天伦之乐。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，古代人对父母亲的态度，在《诗经》里面呢、啊。也提到这种对父母的思念，父母的情谊啊。有一篇叫《鹿儿》，鹿鹿者儿啊，匪儿衣蒿，哀哀父母，生我娶老。其实这一篇虽然是讲到植物啊，它最主要啊是讲到了。这个植物啊，有一些植物呢，它是所有的底下的子代啊，都跟母代啊连在一起，团结在一起，生活在一起。那有一些植物呢，是分开来的。所以孝子看到这一些能合在一起，哦，跟母株，跟本来那一颗。这个植物啊，共同生长在一起，好像呢，后代子孙啊，都一起在同一个地点，他看了就很羡慕，他都不能啊，像这个植物一样陪伴在父母身旁，
所以古代的孝子啊，连看到植物啊，都会思念呢、啊，没有父母可以奉养。所以从这一些诗词当中啊，我们也可以学习到啊，古代人对于父母的存心。那在宋朝的时候，有一个读书人啊，叫黄庭坚。那他虽然啊，官职也当得很大，但是每一天他回家啊，一定亲手啊，帮他母亲洗尿桶、洗粪桶。纵使啊，仆人再多呢，这一件事他也不愿啊，假手他人。所以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啊，黄庭坚也是念念想着父母的教育恩德。假如每一天呢没有帮母亲啊做些事呢，好像心里面啊不踏实，不好受。好，所以啊有父母可以奉养啊，内心是很踏实；有父母可以奉养啊，那是最大的福田。在一次看电视的过程当中啊，刚好看到许孝顺在谈一段话。那许孝顺他刚好在921的时候前夕啊，到了集集去拍外景。9月20号去拍外景。那他们去拍飞鼠的外景，爬到山上去啊，是当地的人啊带他们上了山，结果到了山顶啊，一看，本来有很多飞鼠的地方啊，却一只飞鼠都没有。所以这一个当地人啊非常警觉，觉得啊这是很怪异的，赶快啊下山。所以当大灾难要来的时候，万物都怎么样？警觉到了。这一次海啸啊过后啊，研究人员去观察，连一只野生动物啊也没有。所以其实动物啊，他们的欲望很少，每天只要吃饱就好，不会想再去伤害别人，所以脑子比较清晰啊，接受这种天地之间的波动啊比较敏感。所以所有的动物都知道了，只有一种动物不知道。你们认识啊？所以当下呢，他们就从山上啊赶快呢下来，不然会有危险。可是到了路中间呢、啊、就发生极其大地震。他随行有朋友啊也去世了，他安然无恙。就那一次专访当中啊，他有一句话呢我印象很深，他说啊，假如我有一杯水喝啊，我的母亲一定有一碗饭吃。当我听到这句话，我就明白为什么他能够啊逃过啊这一次的劫难，由于他的孝心。那在今年中国大陆选了十大杰出青年，其中有一位孝子啊被选出来，他叫田士元，他才30多岁啊。因为呢他的母亲得了尿毒症，所以必须啊有一个好的肾脏啊才能够延续生命。他的母亲得病以后啊，生怕会拖累家里人，所以自己关在屋子里啊，不肯就医。所以他就很善巧方便啊，用了一些方法，那也没有让他母亲知道啊，是要他把肾啊借给他，啊，要让给母亲。所以后来呢？他的母亲啊接受了他肾脏的捐赠啊，也很顺利啊健康过来。
那他这一个举动啊，给他很多的亲朋好友啊都很感动，然后见到他的时候啊，都对他说：“说今年哈、哦，不管再忙啊，也一定要回家看看老爹老娘。”所以当他获选这个十大青年的时候，他就说道：“他说别人都是啊对国家很有贡献，那我只是啊做我为人子啊应该做的事。我们做的这一点小小的事啊，比不上母亲给我们恩德的万分之一，所以他自己觉得啊，受之有愧。其实啊，一个孝子的行为啊，将可以带动整个社会啊良善的风气，唤醒更多人的孝心，更多人啊知恩报恩的态度。所以诸位同修啊，古人演出了场场的好戏啊，那我们也要让这些好戏啊能够在家庭在社会当中啊不断上演。相信啊，顺何人也，愚何人也，有为者啊亦若是。好，那在五伦关系以外啊，还有一伦关系很重要，就是师生关系。古代对老师非常尊敬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所以师生关系啊是并在跟父子关系同等的重要。那我们看到古代对于老师的丧礼啊，都是守丧三年，跟父母完全一样。那孔老夫子啊，一生教学，当他去世的时候，他的学生啊，很感念老师的恩德，也在老师的墓旁边呢、啊，搭了房子，整整守孝三年。其中有一个学生呢、啊，守了六年，就是子贡。因为当夫子去世的时候，子贡刚好在其他的国家做生意，等他回来的时候，这个丧礼都已经结束，所以子贡觉得啊非常的遗憾，所以守了三年以后啊，他自己呢又加三年，整整守了六年。当然对于老师这样的尊敬啊，也会表现在他的生活还有处事待人当中，时时不忘老师的教诲。那古代啊的拜师礼是在私塾里面，那是父亲啊带着孩子来行拜师。那一开始呢，父亲在前面，孩子在后面，先对孔老夫子像行三跪九叩首的礼，拜完以后请老师上座，然后也是啊父亲在前孩子在后，给老师啊行三跪九叩首的礼。那一个孩子五六岁以前呢、啊，最尊敬的人是谁？所以我们可以从孩子的言谈当中了解他的心理状况。五六岁以前的孩子啊，开口都是“我爸爸说”“我妈妈说”。去学校读书以后，变什么？我们老师说。再来上了初中以后，变什么？我们同学说。所以呢，在这每一段期间之内啊，我们都能够当父母好好当，当老师好好当，那他这个正确的做人态度啊就扎下去了。好，所以他这么尊敬的父亲啊，居然跟老师行三跪九叩首。
所以他已经很尊重父亲了，父亲又这么尊重老师，所以这一拜拜下去啊，对孩子有什么深远影响？他对老师的恭敬心啊，达到极处了。而学问要有所成就啊，必须从沉静的心去求。所以印祖有一句很重要的教诲啊，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。所以古代的礼仪啊，都有它深远性的影响，只是我们现代啊，只看到礼的表象，并没有了解礼的意义跟本质。那因为我在从教的这个过程，在第一年代班，刚好有一位老奶奶，差不多已经六七十岁，她的孙子啊忘记带东西了，老奶奶啊就帮孙子啊拿过来，这样对不对？可不可以帮孙子拿过来？不行，他要自己负责任才对。可是老奶奶啊也是爱孙心切，又没有听过呢这些教育的演讲，一般啊也很难掌握。那因为我们在四楼，所以老人家爬了四楼还很喘，在这个喘的过程啊，刚好呢跟我就见上面了。老奶奶啊马上呢鞠了一个90度的躬，他说：“蔡老师好。”这一躬举下去啊，给我印象太深刻了。这个“老师”两个字啊，从此就压在我的肩上，所以我驼背啊是有原因的。一个老人家这么样的沉静啊，给我们鞠这个躬，我们要对得起老人家这一躬啊。所以当我在那个深刻体会到任重道远啊，不好好教，对不起人家的后代子孙啊，突然我就感觉到这个拜师礼啊，古代这些老师啊坐在那里给人家拜三跪九叩啊，是什么感觉啊？如坐针毡啊。为什么？一个读书人啊，连占人家便宜的念头都没有，更何况受人家如此大礼啊，那更是诚惶诚恐啊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主要还是要成就学生的恭敬之心啊。所以我们体会到这里啊，就可以了解到以前的老师真不简单。接受这个礼以后啊，时时刻刻要想着，我假如没把人家的孩子教好啊，怎么对得起他的父亲给我行这么大的礼？所以我们也可以从古代啊师生的对待啊，了解到师生的情谊，老师对学生的一种道义，一种恩义，也可以看到学生对老师的一种恩义。在明朝有一个忠臣啊，叫左宗义公。那左宗义公担任的主考官，那有来自啊各地的读书人，正要准备参加进士考试。那左宗义公啊就时时想着呢要为国家举才，所以在考试前夕，他自己啊就微服出巡，穿平民的衣服，走到了离京城附近啊比较大的一些寺院里面去找。为什么不到酒楼去找？因为可能有钱住酒楼的人啊考不考得上啊很困难，
因为好逸就悟了。所以以前的读书人都是很刻苦啊，才能够啊学问有所成就。所以左宗义公啊就到了这一些寺庙啊去巡视，突然走到了一个书生旁边啊，这个书生写的文章写完了，太累了，睡着了。左公看完了他写的文章啊，深深感受到这个读书人对于国家的一种忠诚，对于人民啊的一种使命，所以看完很欢喜啊，随手就把自己的大衣啊披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。这个年轻人叫史可法，后来正式考试，在阅这个考卷的过程啊，这个左公啊一看到这一篇文章呢，马上可以感受到是谁写的。为什么这么厉害？因为文章啊也是从一个人的内心啊流露出来，也可以从文章当中感受到他的气节，他的一种志向，所以就把他面数第一。后来啊史可法就考上状元啊，考上状元以后啊，这一些上榜的学子都要去拜主考官为师，所以那一天史可法就去拜访老师还有师母。一进门啊，老师左公啊就对他的太太说，他说啊，往后继承我的志业的不是我的孩子，而是啊这个学生。所以读书人啊，他不害怕自己往后啊没有指示，他更害怕不能啊把圣人的道德学问呢、啊、承传下去。自己没有指示啊，只是影响一家，道德学问没有承传啊，将影响后代非常多的子孙，而他们的心中啊也时时想着、啊、要为国举才。我为什么感受深刻呢？因为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啊，遇到杨老师，遇到卢叔叔，遇到相当多的长者啊，他们都是无私的把他们的智慧啊教导给我，因为他们时时想着、啊、不能把圣贤的学问呢、啊断了。好，那这一节课我们先讲到这里啊，谢谢。